哎，你在吃什么？我吃冰淇淋啊。哦，我吃过吗？这么想吃还不给我撒谎呢？这我可要跟你好好唠唠啊！咱每年夏天都会囤的宝藏冰淇淋，你别看它小小身材，可是蕴含着大大的力量。我买了两盒，有三种口味：迷你梦龙龙蜜黑巧克力、松露巧克力口味、迷你梦龙香草口味。我是真的爱上龙蜜黑巧克力，外面65%的可可黑巧克力层，搭配既高级又醇厚的黑巧冰淇淋，一口下去有一点点微苦，回味又有甜，越吃越上头。一盒两种口味，还有松露巧克力风味，巧克力脆舌上有扁桃仁，一口从松露巧克力口味冰淇淋，包裹着大颗的扁桃仁，味道绝绝子，我一个叛逆的人都觉得它封神了。太好吃了，香醇味贼浓，外层比利时风情巧克力纯正浓郁，入口即化，口感细腻柔滑。哦，原来是添加了优质奶油的全乳制冰淇淋，怪不得奶香味十足。咱就是说，夏天不能没有冰淇淋，冰淇淋不能没有梦龙。现在京东大家冰爽季全面开启，猛冲链接抢99减30，叠加每日券，梦龙一小时送到家。冰淇淋女孩们快冲！